佛陀为人天说法，沙门修行啊，持独善，世尊行足，上教化，菩萨行教啊，度众生。这段文啊，也是要跟大家人安尼分享，佛陀来人间啊，为人天说法，唔只是对着人间的人说法啦，就是天龙八部，佛陀呢，还是运用伊的智慧。所讲的教法，唔只是人类受用，就是天龙八部也受用啊。所以佛说法是一语呢，会当普遍三界。咱常常讲佛陀的教我。是宇宙的真理，在宇宙间啊，冥冥之中，那除了人以外，其条三寸有神奇，常常甲大家讲吼，咱爱改心虔诚，起心。动念啊，无不都是一种身心的语言。咱若用虔诚的心来向天祈祷，那敢毋都是会当以天与人互相的感应呢，这叫做虔诚。一念虔诚的心，上达诸佛菩萨，两天护法听。所以讲，这个心，咱的心声，会当普遍三界。何况讲佛陀说法呢？天人拢会当普遍呀，唔是干那人听，天龙护法都拢听会到了。所以这是佛陀虔诚的心，这个虔诚的心。亲像咱讲虔诚祈祷的心，是遮尼遮真，遮尼遮诚，所以佛陀为天人说法，也伫人间呢，那就是沙门修行，持独善，佛陀带领着。一出家就，那都是称为沙门，也会当叫做比丘的团体。所以啊，向着修行的团体中啊，大家人说法，确实呢，修行者所听来的话，啊，就是了解呢。人生无常啊，这苦空无我，了解到佛陀所讲这的道理，安尼开始呢，就独善其身。我固守我家己，无爱去甲别人攀缘，修我家己的行。无关天下事，这呢叫做沙门修行持独
独善。所以佛陀呢，不得不用行足，世尊行足，行足啊，就是永远永远啊，啊，无有舍弃一切众生，好亲像父母心嘛，看看等囝有一天呢，会当立大志，啊，做大事业，这就是父母对囝的愿望。佛陀呢，对弟子也是同款安尼的愿望，愿望着所有的弟子啊，了解了佛的心，了解佛陀所说法，除了自己感悟，应该爱过去感悟他人，自觉觉他觉性圆满，佛陀的心只是一大殊因缘，为天下众生。我伫天下众生的苦难，众生苦啊，唔只是贫穷，唔只是灾难，上贫穷的呢是心，人的心嘛、啊，贫，咱中国人的造字呀，贫甲贪，有时阵，咱也伫电脑定定。要写贫出现了贪，要写贪呢，也出现了贫，因为这两个字呀、啊、是足接近的啊，敢那差一个一点，安尼念念，差一点，那说贫变作贪，贪的人就是变作。贫，这贫甲贪嘛，定定呢，就是纠葛在一起。所以讲，富有的人，无一定伊的内心是富，外表富有啊，内心是贪，因为贪是贫。伊对物质永远都无满足啊！啊，因为对物质永远无满足呢，所以内心啊，就是贫呐、啊，永远都亏欠，所以伊无法度呢，将伊身外有形的物质，甲其他的人分享，因为伊内心啊。无形呢，是永远拢是伫贫，拢是伫亏欠中啦。伊那有意去帮助人呢，所以叫做贫啦。贫是贪，贪是贫啦。这呢，嘛是真苦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苦。所以佛陀来人间。就是爱要教育富有的人去帮助贫困的人，也那无钱呢，以开发以心灵的财富，那也会当去帮助人。南非诶，诸如诸菩萨啦，家己虽然物资亏欠。确实呢，伊会爱心满满，所以心灵的财富真富足啊！伊会当时时啊，越国跨过了国界，去到莫桑比克，去到斯瓦季兰，伫迄个所在，安尼去带动人人的爱心。带动因就地关怀，啊，就地关怀啊，做甲足欢喜，因快乐
心腹心八位主宰的经济也是同样真精进，每天每天都在转法轮啊，早课的时间同样在那个地方大爱受得到，还是对着早课的时间，这样呢，一个人做课上，当时啊，自己摇佛摇法啊，真虔诚啊，每一天呢，这个礼拜三宝，当时呢，敬师如师在啊。干那迄张相伫迄个所在，逐天呢出去做了后的心得，等来甲师父分享哦。要出门呢，嘛爱甲师父讲，我今仔日要去倒位倒位，要做啥物代志，敬师如师在。所以这是一位呢真遥远的地主啊。地球的那边的一个地主，而且呢，一个人呢，带去了那个国家，贫穷困难的众生，现在已经把那个国家呢，带去了呢，几千位的志工了吼，看因在咧上课啦。建设的课程，因无有大空间，最大的空间呢是天界之下、地界之上，大片的土地啦，迄、那个土地安尼凹凸不平哦，啊，就是土沙、幼石啊、大石头拢总有。人就是安尼就地而坐啊，唔是伫亲像咱遮讲，哇地板铺甲平平，也过多爱拜殿，因无大地就是因的拜殿呐，那大地就是因的教室啦，太阳东空啊，就是因最明亮的。定功，因大家人真用心吗？伫太阳下上课，一块地板写乌字呀。大家人面对着讲师，伫咧甲因上十届。啊，这个讲师呢，当然嘛是朱基师哦。朱基师呢讲。佮因当地的人来翻译，迄、那个翻呢，伫迄种遐尼种困苦、艰难的当地啦，因呢发也是入心，面想非洲现在啦，嘛是伫咧转法轮啦，这个法轮是来自两千多年前。释迦牟尼佛不弃众生，无舍弃了众生啦。迄时阵讲的话，所以讲起来，但佛陀的行足啦，伊的足心是永恒永恒。在人间两千多年前，佛陀的教法就是要教咱。行菩萨道，所以这是佛陀的慈悲，因为菩萨所言，言苦众生啊，世间，在佛陀那个时代的未来，就是咱的现在，佛陀了解啊，人生苦难偏多，有形无形。贫乏，因为贪而贫呐、啊，受了真多的苦。佛陀的慈悲，教父济贫，济贫教父，
人甲人诶中间互相互动，即种转法轮吼，那上教化佛陀诶慈悲，人间一大事转佛陀诶心轮呐，到众生诶心气，这呢就是行住上教化，菩萨成教。度众生，咱人人呢，哪会当体会到佛心？自然呐、啊，净思如书在，迄、那个法拢会当进入心吗？释迦佛是咱的大导师，咱那是尊敬佛陀，哪怕呢离咱两千多年，但是咱敬佛如佛在呀、啊，所以呢，爱敬重成教吼，爱好好接受佛陀的教育，承担起了天下众生的责任，所以度众生啊，菩萨人间菩萨救生，甲人间的人呢？这个习气呀、啊，烦恼的习气转为清净，清净的心呢，纳受佛的教化，安尼呢，就是会当个心开阔，入人群中度众生，哈、哦，这是真重要，所以咱爱用心哦，正面的文呐、啊。就讲我定动作佛为天人所敬，转无上法轮教化诸菩萨。哈、啊，我会当作佛啦、啊！啊，我那成佛呢？哈、啊，会当受到天一人所尊敬啊！迄个时阵，我都会当转法轮，我都会当。教化所有的菩萨，这些下礼佛开始对家己有信心吗？相信伫伊的未来，成佛啊，会当度众生教菩萨法。伫这个中间，你是佛果下礼佛啊。我今以天人沙门婆罗门等大众中说，我是净以二万亿佛所为无上道果，上教化你吼、哦、一段文，上教化你吼、哦，上教化你啦。这些释迦佛呢，重新向舍利弗啊，各界提醒，这个时阵佛陀该讲话，是伫人群中讲的哦，唔只是伫人群，也阁有天人哦，天龙八部啊，等等呢，都在场哦，那也阁有。沙文比丘啊，也阁有呢，国家的长者、大神等等，在这个大众中，伫咧听法，这个中间啊，佛陀呢就安尼讲吼，伫大众中说吼，这些如来开始各中佛要来细说过去是。四款哦，较早是用方便法，过去用方便法来施教，因为呢爱随顺众生的根基，所以呢是四款教。如今现实，这些佛陀搁再重述一回吼。过去是用方便教，现在呢已经开真实一实
的法门已经呢，是到开始呢，要甲大家人开始，要来教化大家人爱行菩萨之事吼。现在就是开始要教大家人要安怎样做菩萨的道理，现在要开始了，所以坐在大众中啊，佛陀呢虽然叫着舍利弗，但是呢就是向大多数的人安尼讲，吼，我是正以二万亿佛所吼，为无上道故，上教化你。二万亿佛呢，就是表示啦，时间久远吼，真长真长的时间，偌长啊，比上不敬菩萨的时代搁较远，因为呢。《法华经》内底阁有上不轻菩萨品哦，那么上不轻菩萨迄、那个修行啊，都要经过两万亿。其实，迄位上不轻菩萨也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，这是表示呢，释迦牟尼佛经过了二万亿佛所。安尼修行过来啊，伫咧修行的过程呢，同时也是不断呢，伫人群中伫咧教育人。看，上不轻菩萨入人群中啊，大家人呢，看到一个修行者，遐尼真谦卑，所以啊，人人拢会欺负伊啊。就安尼甲骂，就安尼要甲拍，伊呢永远永远啊，就是带着欢喜心啊，向大家人感恩哦，啊尊重大家人啊，也过呢向人安尼伫咧礼拜吼，啊就顺耍甲大家讲，我唔敢轻视你啦，因为呢。恁人人未来拢会成佛啦！这个上不轻菩萨，甲人人拢当作未来佛，伫咧教育伊，真呢？安尼的修行方法，经过了安尼的修行啊，即现在释迦牟尼佛就是过去。上不轻菩萨，当然这段文呐、啊，是以后《法华经》内底吼，会阁显示出来。这呢是过去的上不轻菩萨的二万亿佛的时代。咱敢还阁会记哩？会记哩呢？释迦佛入定的时，伫迄个时品呐，久久也未出定，所以啊，
弥勒菩萨请教文殊菩萨，你敢会知影佛陀是什么因缘呐？安尼呢？这呢正无同的今仔日，安尼立定中放光，你知影安尼的因缘无？开始呢，文殊师利菩萨回答啊，是说过去一月定明佛，也阁有大通地性佛。那么大通地性佛啊，有十六王子啊。这十六王子呢，后来也出家啦。出家了后呢，一直伫咧听佛说法。佛说法了后，同款立定这十六王子啊，就乘着这个时间，向所有的人啊去说法，去结众生缘呐，去转法轮呐、啊，所以啊，这也是引起了这未来成佛的因缘，也是现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因缘。释迦牟尼佛呢，经过了呢。过去啊，无量无量数劫，岂止是二万亿佛呢？意思就是讲，长久以来啦，不断的为人间修行，修行的目的就是成佛，成佛的目的呢，就是要转法轮，将佛陀迄个智慧内涵呐，的法呢。完全要导向人间，向人人呢也会当体会这宇宙万法的真理。何况呢，爱从对人间开始，也人间呢弃除烦恼，净化自己啦，才会当明心见性，成佛。所以。各位菩萨，学佛就是爱学菩萨道啦，唔是干那用口所称的菩萨，咱爱做一个实际的菩萨吼。伫现在就爱开始立定观中啊，那无人不道，无处不在，发安尼的心愿，才是真正的行足吼。达到佛陀啊，形象慈悲的教化，莫非就是要爱咱行菩萨道，唔通独善其身，所以人人爱多用心啊。